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个是你们送给我的 Hero 3，这个 GoPro 来拍一下给你们看的，所以呢，它很 wide angle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然后我会用这个来记录，来给你们看那些精彩的画面，然后特别我会把你们的名字送给我这个 GoPro 人的名字写在我脚车上的帽子上面，然后以后把这个 camera 粘在脚车帽子上面，去骑的时候可以拍一下，来给你们看。耶！还有记得就是今晚的这个进阶考试，加油！我知道你们应该背得很辛苦，不过 good luck。